个挂钟，好可爱哦！这个挂钟真的超可爱，它在钟摆的地方是这个耶，可爱哦，小车车。我们俩现在想要拿的这个，这超可爱的，欢迎收看好友与小肉特辑耶！今天要开箱的是 Hello Kitty 跟吉米的联名小物。那我们这次介绍的所有商品呢，都是这次跟吉米联名的月亮忘记了的这个图哦。那影片开始前，记得按下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。那喜欢今天介绍的商品的话呢，就快继续看下去吧。好的，那我现在介绍这个是生活用品的系列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我觉得真的是超级无敌可爱，就是挂钟，好可爱哦！这个挂钟真的超可爱，它这个是月亮，那它头上呢除了个苹果之外，它这个钟摆的地方就是你可以自己组装上去，然后它是这个 Hello Kitty 跟月亮，好可爱，超可爱。那你组上去之后，它就是动的时候可以让你家里整个看起来更活泼，然后更可爱、温馨的感觉。这一款的话呢，它是有点像星空的感觉，然后还有这个我觉得也很特别。这个的话呢，它最特别的地方，除了它的这个钟的造型不是用传统的圆形之外，它在钟摆的地方是这个耶，可爱哦，小车车。对，它是一个小车车的造型，它动起来的话就会有一点像就是车车开过去的感觉，超可爱的。现在的话也有出这个扩香品，它总共有两种味道，一个的话呢是森林沉香，一个是蜜梨小苍兰。那森林沉香的这一款，它本身的味道是比较清香，然后我觉得男女生应该都还蛮适合使用，而且它有那种夏天清爽感的感觉。那这个蜜梨小苍兰的话，它整体的味道呢，它是有比较偏那种甜甜的感觉。如果你比较喜欢一点甜甜味道的女孩子的话，我觉得这一款还蛮适合的。就除了造型上之外，我觉得味道也很不错。另外的话，还有这个是卫生纸，然后跟这种袖珍型的面纸，然后还有洗脸巾，还有这个湿纸巾，小包的，对，就是随身都可以携带，可爱带着走的感觉。然后还有蓬蓬的沐浴乳跟这个水晶肥皂可以做选择。除了这些之外呢，我们俩现在想要拿的这个，这超可爱的，这个是靠枕，它有两款，一个是蓝色，一个是粉色。蓝色的话就 Hello Kitty 抱着月亮的这个造型，那粉色的话呢，就是 Kitty 有点变成月亮的感觉，真的很可爱哦。可爱哦。那除了这个靠枕之外呢，也有其他的寝具系列，然后会陆续的上市哟。那联名商品不可少的，当然就是悠悠卡啦。哎，这好可爱哦。我就喜欢这两款，就是其中一款呢是 Hello Kitty 抱着月亮的样子。然后另外一款呢是 Hello Kitty 变成月亮了，哇，这很可爱，用 Hello Kitty 的风格的感觉，就是很疗愈、很可爱这样子。还有其他款式的悠悠卡也都非常可爱。那这是 Devil Case 呢，也有出很多款的吉米联名的手机，哎、哦欸，好可爱哟、哦。对啊，像这个背板呢，你就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，那、哦、边框的颜色你都可以自己做选择，所以它是可以刻字化，它是可以刻字化，哦、很方便嘞，非常的贴心，这好赞。然后还有这一款呢，它是一种组合式的，哦，它是直接把吊环做在手机壳上面。嗯，就非常方便，可以随时装上手机绳来做使用。这样还有这个手机的垫片啊，就是你可以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可以搭配透明壳使用的话，也会有一种低调可爱的感觉哟。然后还有这个 AirPods 的保护壳也都非常可爱，大家可以做选购哟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介绍这个是食品组。哇，那这个食品的话呢，这次有这个桂格的古古乐，哎，图案好可爱、哦。对，它图案真的超可爱。然后还有这个是桂格的三合一的鲜奶麦片。那这个是高纤的特级燕麦片、嗯，好大一包，它真的分量超足够，就是很适合早上的时候吃，那就可以让你一整天都会有好心情哦，好健康哦。对，那另外的话呢，还有这个是金盏花的叶黄素跟玫瑰四物饮，这好适合送礼、哦。对对对，超适合送礼的，感觉送礼很有面子这样。那零食的话呢，有这个椒盐松饼，然后还有这个的话是盐烧海苔，可以给大家做选择哟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介绍就到这边啦。喜欢今天介绍的商品的话，记得看底下资讯栏手。都是狗肉哦！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。